长会。当然了，乖儿子在学校表现这么好，我真的很欣慰。爸爸，你看我的奖杯。哦、儿子，你是爸爸的骄傲。这下惨了。哎，宝林，奖杯可以借给我吗？我想用它激励自己加油。那就送给你吧，加油哦！爸爸，跟我来。爸爸，你这么忙，就不用去参加什么家长会了。工作要紧。乖儿子真孝顺，这次爸爸为了你，特地把工作都推掉了。看来只能找宝迪帮忙了。乖儿子，快来吃早餐。妈妈，今天家长会你去吗？当然了，说好的我们是最佳母子搭档。宝迪，快来救我！白小达，你怎么了？乖儿子，你的早餐还没吃完呢。妈妈，我先去学校，我有点事。这孩子。乖儿子，我们一起去。放开他！宝迪，你怎么突然跑到猫咪多来了？你家长知道吗？是因为潘小达他生病了。哎呀，身上下都痛啊，怎么这么痛啊，十分的痛。生病了就要赶紧看医生啊，要不然就危险了。乖儿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行，我要赶紧找医生。这么烫，高烧啊！一定要救救我的乖儿子！给你来一针就好了。不要打针，不要打针。我的病突然就好了耶。看我活蹦乱跳的，肚子也不疼了，恢复正常了，真的好神奇呢。既然没事了，我们赶紧去参加家长会。宝迪，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了。叔叔，您真客气，怕我摔着还特意给我垫背呀。
哇，这船好气派呀！我的海盗船可是世界一流。哇，老弟，你行不行啊？去个学能学院就不用参加家长会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这是什么呀？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。那个不能按，按了会。有了。爆炸！第十公司，我要去元能学院开家长会，需要的士。尊敬的客户，您的需求已送达，请稍等。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我不喜欢坐这种飞车，我先走了。安百达公司的资产，哎，我先帮你们保管一下。行，我要参加儿子的家长会。老板，我们的财产就快被盗光了。爸爸，明天家长会，老师要给我带小红花，你去参加好不好？乖儿子，爸爸明天有重要的会议，不能去。你要懂事，要乖哟。目的地已到达，欢迎再次乘坐。儿子，你获得了奖杯，爸爸为你感到骄傲。我一定要参加家长会。可是爸爸要破产了，儿子才是最重要的。爸爸陪你太少了，连你需要我的时刻都不能出现，我就不是好爸爸。爸爸，其实我没得奖，那个奖杯是我问宝迪要的。好小子，你骗我！潘小达，你别跑！看我都收拾你！别追我！你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，臭小子！爸爸，轻点儿。下面有请我们的家长代表凯莉小姐，她积极参与灾后重建，还热心组织公益活动。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，都在不断学习，不断成长。要和孩子成为朋友，互相体谅，相互进步，才是最重要的。爸爸，快点，快点！互相体谅，相互进步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是啊，是啊，讲得真好，我也要成为一个好爸爸。差点忘了，物归原主吧。Good.
家长和孩子需要多沟通，互相理解。小朋友，你们有什么梦想？我相信大家都有梦想的，对吧？没错，你们的梦想就是我宝迪的梦想，让我来为你完成你的梦想吧。哈哈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看看遥远的地球，小伙伴的梦想是什么。大家好，我叫廖廖，今年八岁，我读二年级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钢琴家，因为钢琴家可以站在大大的舞台上表演。